我男友跟我说，其实我是 AI， 那我要继续跟他交往吗？我依稀觉得令仪说的不对，找不到一个。啊、对，如果我们继续让 AI 发展下去的话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被取代。现在也有 AI 的主播啊，这样拿手这样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其实会滋滋。前线开讲，星期三晚上10:30，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前线开讲视频。